跟那个医生说，如果假设我去的时候，你看只是脚退，他手不进来这样子，对不对？那我是说可以用扭转方式，哦，不然你这样我怎么过来？假设你推出来的话，哦，我怎么退的？那我进，我怎么？你这边自由自由的，哦，像我们这有嘛，哦，我就从双从这边出来，然后会比较。整个从那边就是长，那比如说你看，我从这边你是反而这个看能够通的，这个没有，它从这根子出，它这个轨迹这个出来，从这里这样它整个它脚前进过来，然后这里，你这样整个出去的力会比较大。那所以我这样假设我不是看你如果推过来，我你如果你整个推过来，如果这样我是整个出去，然后它如果你整个推过来，我来得及是从这里。随便站都，但是你用你的方式可以吗？好，那脚我做，好，那你动。那当我出去，不是直对直哦，你说，哎，我是横有没有？我从那边那个角度才会错开。看我脚。所以你那个东西，你要发现那个，那个这样子的话，那个感觉，那是说你用这个，然后这个这一条东西先把脚进过，它这个先蹲，因为这个会挡住你这个。哦，那假如我当它整个出来，所以的话，那个中轴这边先出来，它整个后面来真的是很好。那这样就会整个会被你这个四肢过了。那但我要抽开，我是这边把你那个人从那边，就是不针对对手，你是往这边上去过，让这个是可以顺利，让我们都是顺利，但是因为都是会彼此。这样直接跟直接这样，那这样都是攻击上。那你如果跟你做一个策，你说你往那边一个，往那边发，我推你，把我这个，好，就但是你先，你主要是在，如果你推我，你这样把我推出去，我又回来，那你再推我，再继续这样，这是一个斜针。那我们来练腿，再过来一下腿。我跟你这样靠近，你这样推，你也可以推我。但是你看，因为身，你如果身体先，你看我这个不会脚先走，我是走身体，有没有？我走身体再脚。哎，但如果人家地上推进来，因为你想说我会先推进，脚会先动。你看，你推我，我不是脚先动，你推我，推我，你推我，我这个先动，你再脚这样子。好，这个先走再讲，对，好，让我推你，让你走，对，哎，对，哎，这样子，这样，所以这个也就你只要试好，也不用去什么，不用去推到对方，我只能到这边，我按三你整个力量给我过来，你整个然后我这样，就在于这个整体就好了。往那看，哦，我有推，我从这边没有。我在一个整体的视角，就不是针对对方，是因为你没有，我们两个没有对抗，我们各走各的那个整体性而已。那比如像你看，志明你推我，我不推你，就不会进推我。他可以在对方的重心哦周围去哦啊，当你这个越多，我就这样哦，有没有？我就不会在这里上下，我就拉到那边再回来。这一拉，就是这里就那个攻击这样子。啊，如果要捋，我不是要夸张，不是我这个我进去哦，你进来，我是整个步伐捋。他前进，我是整个这样，只是分享嘛。这个有好玩的是，
有一种就是太极自保嘛，我们是没有真的要去说输赢，只是说哎，知道这个方式可以研究看看的。好像我这样虽然没拉到，我这样我可以这样过去，不是说我一定要拉到东西，就是到了这样。